哎，我们今天赶快来玩一玩哦。好，五句 and 防具的一个文章烙印卷轴组合包。然后这里面呢，一个就是武器的文章烙印哦，另外一个是防具的文章烙印。先给你们介绍一下。这个蛮帅的。我刚才把旗帜就任务解完，这个有够吵的，就没事就多一个结义的委托。继续拍啦！哎呦，现在可以杀蓝姑姑了，蓝姑姑就是帅。你开一下蓝闪，会笑。这猫去哪里？哦，最近他会帮我们放技能哦，我们就挂着就可以了。终于解完了。十句。好了。